星盘显示，未来一个月会遇上意中人。他应该是个很难驾驭，还有超级牛掰的人。听起来很无聊，让他不要出现了。带上。徐志，回头看我。不是什么人都能追你的。我们都先往前走吧。徐志，您抱一下吗？那我们得重新认识一下吧。你让陈露洲当你男朋友。零 action， 就是一个比较生活感的两个年轻人的恋爱故事，那种烟火气一点。陈露洲在徐志心里是无可代替的。陈露洲，徐志对于陈露洲来说是一个救赎，也是一种保护。这个男朋友交定。他不光是一个青春爱情故事，辐射到了当下年轻人在那一个夏天的时候他们面临的青春的选择。你只是没有那么在乎的感受。陈露洲，你玩不起。敬钱如死海。从少男少女已经刚刚进入半熟男女这样的一段时光，情感的描述是非常难得的。陈露洲，新年快乐。好，开。杀青，杀青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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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